先看这一球，一个内野反弹的弹跳，游击手接到要赶快传了，比速度，哇，这是一支内野安打，其实已经守备没有耽误任何时间了。就这样有冲出来抢这个弹跳了哦。不过林孝成当然这个有名的脚程非常的快哦。不过记录本上面还没有把它拿掉。这一棒打出去穿了，又是一支安打，那这就没有问题了吧？上二垒就好。真传也是有展现出来的，嗯，有机会吗？穿出去是一支安打，刘俊豪呢扑不到，那这样要得分了，而且一垒上的跑者上三垒，果然呢还是要靠强棒啊。哇，那这样实际上安德胜真的这一次的官办热身，他第二次的上场就没有他第一场来的稳定了。对，他在对乐天那场比赛投四局才被打四支安打，这光这一局啊，台面上看到的内容我还想跟别人记录，因为林晨勋的那一支安打应该记录上是没有的。这传到了宫崎骏哦，是传给刘俊豪的一个防区啊。